慢慢喂。上面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顶面？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示意一上面，示意二上司上级，示意一上面。例：物件去顶面就好啊。东西放在上面就好了。示意二上司上级。例：顶面有交代，叫咱着爱好好啊处理这件代志。上级有交代，叫我们要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